2021国际佛光会世界会员大会10月2号登场。日前呢，德国柏林佛光人难得重返道场来拍摄今年的大会主题 MV， 其中还有高龄70岁的佛光人，还有年仅才3岁的小朋友都来参与。跟着音乐踩出舞步，国际佛光会柏林协会成员们难得重回道场齐聚一堂，为了即将到来的世界会员大会做准备。今年度主题曲《爱与和平》，朗朗上口的旋律，无论老少都能轻松驾驭。现场摆起摄影机，记录下这份欢喜，一起留下美好回忆。人间卫视德国柏林综合报道。